啊，你即马感觉安怎？有较爽快无？哦，我贵人好足多啊，所以马子你免烦恼啊。即马就看到陈忠信还袂恢复正常，我才会当较放心。少怀，妈无甲你骗吼，啊，陈忠信休困一暝了后，啊，气色看起来拢袂歹嘛，啊，而且阁有亲人在咧甲你照顾，你就免烦恼啊。因为相随，你莫想讲你有甲忠信送来病院，佮讲一挂凉些凉些话，就敢若拢无你的代志共款。阮忠信讲，伊讲你挑工找机会、找理由甲骗出去，讲甚物要换鞋啊，结果甲伊等伫个红高野外，伊才出这個意外啦。啊，他又白讲，啊，你都乌白信咯？啊，一落车了后，咱四界走，好一个人根本就无法度找伊啊！哎、欸，伊这個老婆唔呐哦，心肝歹，你可是一个白贼七个哦。明明就是你啊，要甲我单调，甲我放鸟。加在我巧，我搁去拄到一个好心的迄司机大个，伊载我去录哩。啊那无，我哪有法度看到你扶着一个受伤的人，啊唔知要甲载去倒位。而且你当阵哦，你规人看起来搁足紧张的哦。讲，伊个受伤的人到底是啥人，跟你什么关系？你卖在遐乌白讲哦，啥物？我拄到迄个受伤的人，陈忠信，你不是挂了后啊头壳有淡薄无清楚，啊在遐出现幻觉个？赶紧讲，老迄个人啦，你卖安尼白布搞乌底个乌？啊，你是为虾米家己单调？你是去虾米人哦？少怀。哎，都头壳无清楚啊！啊，你搁在遐乱，啊，连你也怀疑妈妈是，无采我这么疼你，你真是有病！无你是拍恁囝要创啊啦？少怀就是因为怀疑，唔才会问。你拍伊都好解决问题呢。尤总裁，我嘛相信爸爸有袂讲话，伊遐早伊嘛无讲错，伊有看到你扶一个受伤人上车，伊即卖来讲反说，伊想起一挂代志。恁这些人到底是安怎啦？啊，根本就无这个人啊！啊，我安怎解释，恁才会相信呢？看杨香水规个拢乱起来，表示家风一定是伊扶着迄个受伤的人。后来家风唔知安怎清醒过来，才逃到楼下想要躲走。是讲昨暗家风走来病房外面偷情的，这中到底发生什么大事？不管安怎，问题一定在杨香水的身上。我一定要想办法继续留在江家，才能调查清楚。然后伊个人讲，当时有亲戚过来现场，我要赶紧过去看伊才用的。爸，你虽然把我送回来，嘛不一定爱住红岛啊。要赶紧回去啦！啊，有时间我随时带你去看少怀，安尼妈会当放心吗？袂用的啦。我妈子边啊，伊只红头好神哦，嘛唔是啥物好人，所以一定爱哦留伫伊身躯边。少怀，陈忠信的代志，你家己做主就好啊。啊，伊若要带你转去，你就家己出来转去，我无意见啊。啊，妈妈最近临时有代志，我要赶紧来处理。妈。你听到妈妈的声音吗？妈妈在这，啊！你现在已经在苏联疗养院里面，啊，接受真好的治疗。有妈妈在，你拢唔免烦恼啊！你放心啊，我会给家冻掉。妈，我没有你打击。我要救你，我一定要救你。我来你救的妈妈，是老虎鼻，中期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妈妈呢，我才是有心十个月给你生下来的妈妈。
你到底要到什么时阵才是你，才接受我这个妈妈？咱当时的离开，都是去有人逼的。妈，相信我，我一定有法拍拼，做只有你叫我的后生，绝对不让你失望的。你还相信我？刘志，妈相信你，你一定是真好、真优秀啊！你莫管别人安怎想、安怎讲，你一定莫对不起你家己。这世界上已经无人比你较值的爸爸妈妈骄傲，你知影无？搞崩溃！你搞崩溃！你搞崩溃！莫搞快车！我要找我的亲人，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亲人，我的囡仔。你的亲人是我，是沙怀，你敢落去一点仔关系都无？伊叫我好心，哎，你怎不是讲伊真温柔啊？哪会我变安尼啦？你这边休克啦，强心针。医生，我拜托你，你不要救医生了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那我来去救。你讲不要，我愿意用我性命来换中志的健康，我袂当阁失去伊一届。我绝对袂当阁失去伊一次，我拜托你，你伫爱宝贝迄边啊无代志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患者的状况已经稳定落来啊。啊，那呢？伊拄只那喉咙休克，还是是倒会出问题咧？伊的身体机能应该无遮尼歹啊，有这款情形。应该是失去求生意志啊！失去求生意志，啊，那得变怎嘞？伊病，嘛伊的心，身体的部分我会当解决，啊，不过心理层面就爱需要恁舅仔亲人斗相共啊。你会当找上要紧的人来看伊，甲伊讲一挂鼓励的话，我的卡会当刺激到伊的求生意志。啊，那无。安怎嘞？恐惊像安尼急性休克的状况，会一再发生。再来害你失去活下去的勇气，只要让你活下去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袂当让静玉怀疑到伊真正安在伫我家，也毋过，我是要安怎才会当摕到静玉的声音，去鼓励中志继续活下去？我倒想到一件代志要问你，是搁有啥物代志啊？我听讲你以前捌做过护理师，你敢捌拄过迄种诶，因为失去求生意志，啊放弃治疗，啊然后啊病情愈来愈严重，啊甚至救袂活。有啦，而且这款情形还阁未少。
阿妈呢？恁拄到迄款病人，你也是医生，会安怎来鼓励伊，来刺激伊的求生意志？你来问这问题？无啦，我拄仔好一个朋友，伊嘛有这种状况，我本来嘛不想要问，啊是讲在第一家拄仔好拄到你，我就加问一寡。阿伯的卡会真正会去帮助到我的朋友呢？安怎？依着父母心，你敢愿意提供我一点仔意见？当时啊，阿姨的力量会比啥物搁较科技，还是医疗，我拢搁较有效啦。过去阮家峰嘛捌因为失眠，所以失去求生的意志。迄当时我是伊的看护。我有甲伊讲过一段话，死无可怕，要毋过上届受着折磨，还阁有痛苦的人，拢是我落来的人。虽然讲迄当阵我讲这话毋是真心的，要毋过想袂到嘛，因为这话真正刺激着伊，互伊决定伊要好好啊活落来，要照顾我。所以后来我就体会一件代志啊，原来一句好话。不管是不是真心的，只要把好话讲出嘴，那安尼拢会当予人正面的力量，甚至刺激着病人求生意志。多谢你，你的意见我会放在我心内，那安尼我要交料理，我会做你。静玉，你不是要去超市买物件？我车拢停好啊，你哪搁徛在遮？我拄只拄着余香水呢，我一直跟阿公，伊敢是超工要跟踪我，找足侪理由要跟我讲话。我本来听准讲伊跟我讲未来城的代志，也是跟我探听迄时的代志，也毋过拢毋是，伊拢跟我讲一挂奇奇怪怪的话。啥物奇奇怪怪的话？伊问我要安怎照顾病人啊？还佫有啦，伊跟我透露音呢。由香水向静玉请教安怎照顾病人，伊到底是在比什么棒？想怎会做出这种遐离谱的代志？余香水出来啊，咱对来看卖，看伊到底是要变三道。你歪，这下呀，静玉安尼就去，敢会一日无拄好，又会发现真正的吴家风。你好，我是。杨总裁的朋友啦，哎，就我来遮哦，做伙甲因朋友探病。啊，请问伊即马伫咧对一间病房，我来找伊。请你伫遮稍等者，我先请示杨总裁的意思。哦，免啦，啊，你著直接甲我讲伊对一间病房，我甲你过就好啊。这是阮原来的规定啦，请你稍坐下。好。好，你知吗？麻烦甲杨总裁讲，柜台有伊的房客。董事。我不相信你要跟阮静玉，看也要跟我。秦氏的妈妈只有一个，还是血浓于水，的骨头亲的。我就不相信你完全无要跟我一个妈妈。良心，我已经叫医生来了，我已经叫医生来了。你哪包醉了？家峰几年前捌因为失眠失去求生意志，伊当初我做伊的看护，在一边的意外当中，我甲伊讲，死无可怕，也毋过受折磨的、痛苦的，拢是活落来的人。想知影这话，竟然真正有迄个人伫家峰，伊毋才想讲要好好活落来照顾我。不知道啊。